屁股一直腰收腰腰不要弓，直的下去，也不要顶，就是松，对，先往后移，胯往后移，好，松，往下去，当开开。当开开的意思是这个小腿要直，你做到小腿跟地是垂直的，好走。再松，再下。再收，好，可以，好，收，一直增加往里收的力量，用这个力起来，对，收，不要断掉了哈，去维持住这个力量，维持住，不要快，慢慢加，慢慢强化它，慢慢下去，对。下去松，上来拉，啊，去试试看。